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渝民。你们知道吗？在台湾有非常多需要我们帮助的小朋友，他们面临到贫困、教育资源不足等问题，需要我们尽一份心力。今年是欢文50岁的生日，我周渝民邀请你们跟我一起献出爱心，将温暖散播给全台湾需要我们帮助的小朋友。现在立即上传你的微笑照片，每收到一个笑容，花王就会捐出10块给台湾世界展望会，让台湾的贫困儿童可以获得生存、教育、保护，并拥有健康的家庭。孩子是我们最丰盛的投资，一起献出我们的爱心，笑一个吧。花王50，笑一个，台湾更美好。